看到就剪了。
到前后已经受了非常多伤，就是跟前面的通气反扭打部分。然后当时那个主嫌他那个情况，他是有发现我们，所以他有逃走，很怕他回家之后就会湮灭证据。抓到范闲吧，因为当时学长前后已经受了非常多伤，就是跟前面的通气反扭打部分。然后当时那个主嫌他那个情况，他是有发现我们，所以他有逃走，很怕他回家之后就会湮灭证据，所以我很急，就是很急着想要赶快把他，就是赶快进去他家里，然后他们制服这样子。因为刚好学长有一个原本要他爬，可是因为他体型比较大，我就说不行，如果他爬的话我拉不住他。